你好，哪位？哎，张总你好，我是前两天给你联系的小李，之前给您发的资料您看了吗？你这边考虑的怎么样啊？进。老大，我上午都打十多个电话了，客户都是还没听我讲完话就直接挂掉了。我其实刚才听到你打电话了，那你咋想的呀？你上来就问人家考虑好了吗？那人不骂你都不错了。那怎么办呀？简单，就是先激发客户的兴趣，然后再给他一个不得不听下去的理由。我好像开窍了，可是我上午已经浪费十多个客户了。没事，再来一次。张总，我在3年前给您发了一份可以让贵公司业绩提升30%的方案，类似这样的方案呢，您的同行公司已经帮您验证，的确是可实施、可落地，而且效果非常好。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啊？还没有看。这个方案呢，毕竟是能够解决您需求的，提升贵公司的业绩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不如我们都抽出来10分钟的时间，我来给你讲一讲。那你说吧。张总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方案呢。